爸爸现在去接姐姐了啊，明天姐姐因为台风，学校放假一天。不对，不能说放假，是停课。姐姐回来啦！姐姐回来啦！怎么样？今天被老师批评了？什么？数学作业没交？数学作业那个还有半张，他们没说，然后我又不知道。还有半张发下来了吗？发下来，原来就是一开始做的，一开始好像前几节课就发了，但是就只做了半张，然后后来我就不知道要做。然后是你不知道要做，嗯，哎，被老师批评了吗？没有。老师都在钉钉群里面发出来了，我一看你的名字，哎，那你错题本不是也做好了？为什么也？他们看错了，其实你是做的是吧？我因为没写名字嘛，然后可能又没打，反正我后面叫他打上。那你英语成绩今天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考得怎么样？一般般了。呀。你那天不是说好这张卷子不难的吗？是不是？那你考了多少分嘛？94。哦，哎，100分啊，不是120吗？100啊。哦，94，勉勉强强可以可以。那错的地方自己都搞懂了吧？这地方嘛，作文。作文扣了一分，还有没看清题目的，还有那个大小写。哎呀，这好可惜啊。啊，明天停课一天啊，开心吗？好意外啊！啊，不开心啊？不可能吧？让我看看你的眼睛，为什么不开心啊？在学校多好，过得多充实。啊，在家里无聊。嗯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好意外啊，让我。这个是小月的试卷啊，听力先错了一题。下面选项中大写字母笔画都是三画的一组。哦，这个好像。我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题型，你也是吗？完形填空错了一题，就是大小写的问题，啊，要全部大写的，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啊？复数的，你没加 s，题目没看仔细啊、哦？哎呀，这里呢？应该是 two，然后我写了三 q，后面重复三次，唉，其实这题目很简单的，你老是不带脑子做作业嘛，肯定不行的。下去，这张卷子我看本来是95以上，妥妥的。那明天在家里一天干嘛呢？什么安排？做作业。怎么了？很多作业啊？对啊。那你明天在家里一天都要好好做作业了咯？一天应该还是够。那明天早点起来做啊？对呀、啊，你想睡到10点？啊。